还有这边，看这边也是金毛犬啊，阿拉斯加犬。看这种金毛，身上带白熊，看到没有？有白熊，有白毛，不是太纯啊，这种不建议入手啊。但是价格的话便宜一点啊，不建议买。要买就要买那种纯种的，性价比高点的。走，咱再去看看去吧。咱到这边看到有三条金毛啊，看都是大头版的，看这金毛都大头版的。咱问一下老板，这个金毛咋卖的？金毛1200。1200。啊，你看好吧？那贵吗？那两个我放家跑跑看看行吗？小周，那你抱两个，抱两个，抱两个放家跑跑看看，看健康吗？活泼不活泼？咱要给粉丝把关，一定要把好关啊，不然的话。刚出我有点害怕呀，你等一会儿。刚出我有点害怕是吧？对。这头版啊。这都没出来，没出来。骨架毛量都可以啊，尾巴还比较短，看到没有？毛量比较蓬松，头版比较大啊。咱拿这一条吧，这一条比较好。拿这条比较好啊，把它放上了，放上了。拿这条，你给我便宜点吧。咋给你便宜你吧？俺老粉丝让我给他要一个800的，你这1000多，我咋个？哎呀，我这个好，我跟你说实话，你要要这个能给你便宜的。再问一下，这个有的要背梯的，你看。背梯的，我知道背梯的，我不要这个。师傅，拿这个，要这个。要这个是吧？这个1600块钱，我再让你打上呀，你吧。你摆上来，我700块钱吧，市场价，行吧？你看看，俺这够市场价都得1000。700行吧？700，我都寻思给拿走。你别700了，你要要咱1000块钱吧，行吗？1000我拿不动，我答应粉丝的，答应粉丝的，人家要个700的。700，你看，对吧？带配行吗？带配的不行，带配的我咋给交代？我都要这一个，行吧？行吧，我都给你带走了，我现在就拿走。行，那你把我这个也烧了吧，行吗？那个我不行，这个最多少钱？最低，哎呦，我还白给你说上八块，你要拿750，不愿意，能拿不能拿它？最少750。最少750。700不行吗？不行，再少不卖了。那怪精神的啊，打疫苗了吧？这都打过疫苗了，这个你放心。保健康吗？保健康，帮你们家人学校观众。做了几针了？做2针了。2针疫苗。嗯。精神挺好了，你这狗啊。那必须的了，那个都是有点背贴。头版不错，那个背贴的有点不太纯了，这条性。它不是不纯，你知道吧？头版挺大、啊，这个最低750吧，500是吧？最低750不行吧？750把那个也给卖了。最低750，少了不行了。少不卖。行，给我，拿着。你把我那个也给我卖了啊！行，哎呦，最终啊，750给粉丝拿走啊，咱去给他发货啊。看一下这边，咱拿到托运部里面了。咱现在给他打包，给他发走啊！这边全是发走的狗啊！